据媒体报道，韩国国民 MC 刘在石于2月19日透过所属事务所确定，太太罗京恩怀有第二胎的喜讯获不少人送上祝福。而刘在石于他主持的 Happy Together 新一集中提到，收到不少朋友的祝贺，非常感谢大家，又鞠躬以表感激。刘在石于2008年与主播出身的罗京恩结婚，两人于2010年荣升父母，罗京恩平安诞下一子。问到儿子志浩对将成为哥哥有何反应，刘在石指儿子得知后大喊，因为怕父母的爱会被抢走，不过其后他想通后也开始期待宝宝的出生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